你去哪里啦？我要上厕所。好，啊，你上了没？上过了。我五万。帮你省，帮你省五千，五六千块。就坚持要，我就是想要买六千块的就好，六千块以内的手机。那就一万多。要吗？要红的吗？不要。啊？有没有去过？哦。有啊有，我有送他去考试过啊。哦。到时候再调吧，到时候可能搞不好叫他自己走路回来啊，那个，或是弟弟在学校留晚一点啊，接好再去接他。哦。到时候再看怎么弄。啊，那里面有没有讲那个？酒哎、欸。我也有酒。我有两个酒哎、欸。嗯，不行，让你赢到那么好的酒。好，我赶快啊。我就拿酒。你没有点蜡烛，重来。没点蜡，打火机耶。希望那个晨晨、雨林、子婷身体健康，第三个要乖乖乖要听话。第三个话讲。对啊，那再来就是大家都要身体健康，不要吵，万事如意啊。不要讲出来。啊、哦，婷婷哥哥不要吵架啊，对啊，乖乖听话。好笑。好了，吹蜡烛喽。吹。又。进步了。好，切寿星切。喂，你要吗？我要。现在在切蛋糕啊。水果。你在哪里？全部的水果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你先吃这个，等一下再吃第二片还有了。我要黄色。没有，又改四点，改四点了。有啊。没有啊。三十号。第二礼拜。这好恐怖。礼拜四不是吗？对。那你要26号办还是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周末啊，好啊，就月底那天办。太大了。要26号啊。然后生日后啊，生日前。Thank you.